逛街啊。哦，逛街大师。你是说在做运动吗？没有逛街，他逛街就是这样啊。你在做运动？没有，妈妈是在走马看花，那你就逆向走手扶梯不是就好了？这是怎样？这有点恐怖。哇，什么？这有点恐怖？就你最恐怖。因为我是很恐怖啊。哇，那你很适合啊。不同恐怖。就是你最恐怖。